咁到有可能上位嚟咁，咁都係咁話，哎，你覺得自己勇氣可勇氣可嘉啊！俾個掌聲鼓勵咧，唔該。你有咩感受啊？講落，淨係一上嚟就翹翹翹，翹翹翹落嚟。嗱，嗱，大姐咧，你有咩感受咧？上到嚟呢度頂峰，好要令我仲喺後生。我覺得太簡單啦，太容易啦。如果唔食阿八優欣都行唔到上嚟啊！今日我行上去邊啲嗱，阿爸咧講幾句啊？你如果係落水嗰度嗰啲。仲靚啊！我你我嗰啲啊，阿媽又識掌掌，不可思議啊！阿媽講啊，上翻嚟黃山，其他咩山都唔使驚。阿奇哥嚟發表下你啲意見。冇意見。冇意見啊！冇意見之前有意見啦。三十歲，有咩咁好慶祝啊？講兩句嘛。世界是我哋兩個人嘅啦，俾多少你嚟嘆下啦。嚇，我係影相。你係影相啊？哦，一係相。你等等，我有。誒，下呢個相目。誒，你幫佢揸啲嘢啦。阿媽，唔好送啊。病啊病啊。媽。唔好動筋啊，動筋唔可以唔可以。啊。一樣咁樣嘅手勢，我哋咁樣手勢兩個。啊，每一個人一張咁樣啊。誒，老公俾我媽個。啊，快啲快啲，阿琪。我依家。真係動筋。呢個地方睇到仲緊喎，睇到呢個橋咁樣蓋啊，知道慢慢嚟啊！嚟，勝利，唔緊要啊，有啊，都係呢張，呢張都係緊要。哇！你睇下佢哋啊，仲緊要啊，嘥咗兩塊啊！頭上攞嚟都唔使攞筷子啊，我係飛嚟。
你有你講。今日掉開始著嗰件，仲有一件。今日呢件著兩件嗎？著兩日。昨天做衛生衣嘛，今天做了什麼樣到了哇，阿奇哥借帶，冇事。哎呀，啊点啊？喺呢度决定将唔将啊？嚟咗呢度。喂，兄弟我噶。原来我老公话你好似大队，好似咧中国队。哦，嗰啲人跟住行啊。簡簡做出要做佢。係啦，又落開嚟啦，係。懶懶散避。又如何？一個星期七天。沒有休息。三個人，我太太六年。六年。47年咯，即係49年。一九四九日。嗯。我一九五一咯。一九五一。三個仲危險啊！你講危險你都過咗啦，我都過啦。有危險你，人生就係咁樣咯，冇控得，影我，當你過咗你就講。我到啦，收工。好啦，我上次我睇你啲卡，我知道嘅。啲人咪爬咗出嚟，記得嗎？啲卡冇仔。係啊，三十歲啲。喂。走啦！我有兩名喺度，好嘢喎！嗰度，咁咪可以回歸自然咯，回歸自然。回上單，回上單。哇！得啦，見到，可以咧，曬張大張俾我，我少咗兩邊冇。哈哈哈！未台嘢啊，未。可以啊，頭龍字啊，其他嘢上嚟。你们台去哪里呀、啊？台去哪里？山顶有什么东西？到白河回家。我回家，珠山上。哦，哎呀，几靓下我当时。行过去嗰度。识喎，你俾摆翻个阵。实际功夫嘛，唔识咩？实际唔同啊。嗰啲字我哋都系睇唔清楚。清凉点。清凉啊！啱啱歪咗咪凄凉啊。清凉啊！你讲行上去就凄凉。凄凉。唔行上去就清凉。行行行。呢个景影唔到。影唔到呢个景。我嗰度先影。你翻嗰度。睇正啦。飞红酥呢个叫做。好多个轮啊！
日出好睇喎。系，可能呢支嗰个，你知帮我讲，上一次有呢个田好靓，呢个系嘉景点嘅田。这相机。你们是什么地方人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。我们是做黄山的。这个黄山，这个黄山。这个等人嚟嘅。咪冇电咗嘅咩？有少少，录啲残样系咪？细只嘅。大姐好似，阿大姐好似爬 Everest Mountain。
出来了吧？李鸿章在重新修建包公祠的时候啊，他的哥哥呢，在正好在合肥在养病，于是呢，祠堂落成之时呢，他的哥哥捷足先登，写下了四个大字“四诊茫寒”，但是他自己呢又不愿意，没有留下名字，非常不愿意，而且又不愿意去其旁边立下牌匾，于是呢，重新写了一份重修包公祠记，立在旁边那个地方，现在是个石碑，那个是古文物了。1882年开始，这个是包公是金箔来的，金箔的这个官，旁边呢是张仪的王朝马汉寺，这个是大寺，今天看一下。那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方式啊！大家看这个帽子啊，它的两边这个是不是特别长啊？这个叫什么？叫帽饰啊，叫帽饰啊，帽饰。为什么特别长呢？传说包拯在断案的时候，当年呢，在断案的时候，有很多老百姓围观去来看，这样方就比较阻碍了，就是包拯办案的速度。比如说他的宋仁宗呢，就特地颁制一个帽子，就做了给包拯特制一个帽子。他的帽子特别长，并且下了道指令说呢，凡碰到冒失者杀不赦。所以每当包拯办案的时候呢，包拯就会跟手下人说呢，不能碰我的帽子，碰我的帽子就会被杀死的。于是呢，百姓纷纷让包拯去断案啊，这是一个传说。刚才有说到台湾电视连续剧金超群所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包青天》也是这边采访的啊。张老祖他那偏袒，然后呢，包拯认为他有私欲，前后六次弹劾这个张老祖，因为他国丈嘛，他又去弹劾他嘛。后来终于是迫使皇帝把其中的三项中的两项官职给撤下来了啊，所以叫陆潜国丈。你看他的手和眼，特别那个采用的技术都是英国那边引进的技术，非常的逼真。你看他
时候很逼真的，来快看一下啊。那中间坐的是皇上，这边是包拯啊，包拯，这边是那个国丈叫张老祖啊，那个包，特别的手特别像的，绒、啊、也比较高，夏天都不用融化的。